富邦勇士张宗宪砍下生涯新高23分。记者黄志源社。记者年鸟云高雄报道。 SBL 超级篮球联赛本周再度以吃高雄位居第二、三名的璞园及富邦勇士经正面交锋，张宗宪攻下生涯新高23分，率队以89-68获胜。今为 SBL 学生推广日，只要着制服或凭学生证即可入场，吸引不少观众进场。上周在高雄吞下2连败的勇士，首节靠着张宗宪、赛乐两人单节各攻下9分，取得1分超前。次节洪志善投进2颗3分球，勇士持续扩大领先。富邦勇士赛乐记者黄志源社。此役勇士团队3分球13投5中，篮板43个，胜过璞园的33个，加上璞园团队出现23次失误，种下败因。张宗宪拿下生涯新高23分6超截，赛乐则是攻下全场最高29分，璞园以 Q 戴维斯攻下15分11篮板表现最佳。富邦勇士张宗宪上半场攻下15分。记者黄志源社。